杀人不光是冲着别人，更重要的是要安自己的心，胜亦不乐，败亦心安呐。能不刺而致刺，能不战而能破，是解决江湖争端的最佳手段。10年内，江湖上必定风云骤变。 刺杀这样的事情啊，往往是局中有局。您认为我们会成功吗？一切都不会在你预料之中。按照离恨谷的规矩，他们一定会找上门来的。 看来今日要死命一搏了。你可知道，这个孩子可是一直把你当做杀他全家的仇人。他是想做一统刺客的大赢家。所谓报仇易离恨难，要灭恨，先得离仇。 后啊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。